下一个动作就叫做 half moon pose， standing half moon pose。咁咧点样做呢？首先双脚拍埋一齐咁样，唔好俾佢 V 咗出嚟。跟住双手向上伸直，向天花板。咁样个 grip 手掌合埋，手指公喺后面交叉 ，stretch 向上 stretch， 跟住慢慢将你个上半身向右手边，尽量 keep 住手贴耳仔，跟住下巴水平线，左边。保持呼吸，保持笑容，放松。